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》解第二百八十面，啊，二百八十面，倒数第三行经文看起。 我作佛时，过中无不善名。这一句是第二十八月过无不善愿。所有众生生我过者，皆同一心住于定欲。这是二十九。 住镇定聚院，永离热闹心得清凉，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。这是第三十，落如漏尽院。末后这一句，若起想念贪计生者，不去正取。啊，这是。 波坦即生云，啊，这一、个、章里面有四月。啊，嗯、从右章啊右面这一章，第二十八到三十八。 嗯，啊，到三十八愿，应念收工为舍彼土众生愿，啊，都是阿弥陀佛摄受极乐世界的众生。在这几院当中啊，我们能看到极乐世界。 那个地方的居民，他们的生活状况，啊，嗯、表揭露各种众生之功德受用，啊，有章前面一章啊，一共具有四愿。刚才我们念过了啊，这个地方我们重复一遍。 <coughs> 过无啊，过中无不善名。是第二十八，过无不善名。住于定句以上，是第二十九，注正定句也。 犹如漏尽比丘以上是第三十，落入漏尽院，最后若其想念贪积深者，是第三十一不贪积深渊啊，这个不取正觉是寺院的总结，这寺院要不成就，阿弥陀佛。 就不去争取啊，真觉就是我们讲他不成佛，啊，现在他在西方极乐世界成佛已经十劫了。换一句话说，上面这个四院呢，他都实现了，啊，嗯，没有一院呢是空院。 下面黄念老为我们介绍啊，每一遍、嗯、给我们介绍第二十八，过无不善，嗯、极乐国中尚无不善之民，何况有不善之时也啊。嗯 这一句是总说，在极乐世界听不到不善的名字啊！譬如我们这个世间说不忠不孝不仁不义，这都是不善的。啊，贪婪、嫉妒、怨恨。 啊，这也是不善的名。啊，极乐世界、嗯、连这些名言都听不到，当然更没有不善的事情发生。而且，它能够维持到十级。 阿弥陀佛，成佛以来世界了，后面会不会变质呢？会不会像我们这个世界啊？譬如中国历史上所讲的三代啊，夏商周开国的这些帝王多好啊！ 啊，人民生活也非常好啊，社会安定、啊。到了末代末期之后啊，由于教学收获了。 人民贪图享受了，逐渐风气就变坏了，啊，最后到亡国，啊，商汤六百多年亡国，周朝八百多年也亡国了，极乐世界会不会有这些？ 佛在经典上告诉我们，极乐世界永远没有衰退的这一天。什么原因？啊，我们想一想，应该能够理解，应该能够接受。啊，那个地方是诸佛如来教学的场所。 教学没有一天中断呐。那个地方称之为“齐录”，落在哪里呀、啊？落的是什么活啊，我们这个世间所落的是五欲六尘的享受，恰好。 那个世界，五欲六尘完全没有。啊，不但没有这个事情，五欲六尘的名称也没有，名字都没有，那就不不善名啊！啊，从这个地方我们体会到，那个地方的路。 就像孔夫子在《论语》里面所说的：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乐乎？”他那个乐是学而时习呀、啊。啊，《大乘经》里面所说的“发喜充满，长生欢喜心”，他说没有。 须臾之间离开法那、啊啊、这是佛法了，没有须臾离开道、啊、我们这个世间虽然有法有道，啊，一天二十四小时当中啊，它不能够相续不断。 又何况发现图里面的众生啊，发现图是十报庄严图啊，个个都是大彻大悟、明心见性之人啊，在我们这个世界讲，都成佛了。 哪里会有过失呢？啊，四圣法界里面已经没有恶念了，何宽是？十八土啊，又何况极乐世界的同居方便土。 得弥陀四十八愿威神加持，个个都是阿维月智菩萨。啊，虽然自己没有证得，啊，但是佛力加持，阿维月智菩萨的智慧、神通道理、道力。 往生的人个个具足啊！啊，您这个凡圣同居图，下下品往生的也不例外。我们明白了，我们体会到了。啊，这是。 名副其实，真正叫极乐世界，这个极乐是法喜充满了那、啊、跟我们这个世界完全不一样啊！这个寺院里面，首先给我们讲。 这个世界没听不到不善的名字，然后再告诉我们，这个世界人都是住镇定居。啊，这个镇定就是明心见性大彻大悟。 啊，他们的乐，乐如漏尽，这个路尽不是阿罗汉，阿罗汉是小乘漏尽。那大乘阿罗汉是谁呢？法云地的菩萨，啊，圣地菩萨是大乘阿罗汉。 啊，那个快乐都像十地菩萨的享受啊！啊，这是我们无法体会的。啊，幕后这是勉励我们这一边不贪己身。啊，我们这个地方六道反复最难破的这个这一关就是身见。 啊，起心动念呢，都是为这个身来着想，这就叫造业呀。极乐世界的人把这个身忘得干干净净的。 这一点我们很清楚啊！啊，在我们这个世界，小陈神仙就破了，啊，开始破，小陈出苦，究竟破，啊，再不会有这个生这个念头了，有我这个念头了。 阿罗汉。那、啊、如果我们用《金刚经》的境界来说，《金刚经》的前半部，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，是初破须陀环的境界；《金刚经》的后半部，破世界。 无我见，无人见，无众生见，无寿者见。阿罗汉以上的境界啊，这也告诉我们：真正修行从哪里修？从破身见啊。所以这一愿是提醒我们。 极乐世界不可能有一个人有神见，所以他永远没有不善命啊！这道理在此地啊！啊，在极乐世界找不到一个自私自利的人，没有这种人。 那、啊、他们的心，就跟经题上所讲的，都是清净平等住，那、啊、圆满居住啊，啊，法云地的境界。我们看底下这一段注解。 第二十八啊，我们接着看龙树大四月鼻尊佛刹，这个鼻尊佛刹就是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，无我名啊，你听不到我名，也无女人。” 你在那里面所看到每一个人，身相跟佛完全相同。啊，经上所说的，戒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，祖师在注解里头告诉我们，这是世尊当年在世啊，在印度。 随顺世地所说，这个话讲的很有道理啊！为什么呢？如果是事地菩萨的境界，那当然是身有无量相，相有无量好啊！报身如来嘛，一般大乘经上讲的很多。 啊，没有我道，这我道听不到，像是出生道啊、修罗啊、罗刹了，这个名词在里面都没有，听不到。啊，恶归地生、地狱更听不到了。啊，乃至无有住去恶知识。 啊，这物质是不善的人呐、啊！六道里头，每一道里面都有不善的人。啊，在西方极乐世界没听说过，代表极乐无有不善也。啊，这宁上且没有，当然没有事实。 这是一个纯善纯净的世界，纯净纯善。注意想想，这是多大的福报！人不但没有病痛。 轻微的烦恼都没有，但人力苦了，国土、山河大地啊，我们这个时间常听到有水灾呀、啊、旱灾呀、啊、风灾呀，啊地震呐、啊、海啸啊，记录时间没有。 啊，这些名字你永远听不到。那我们要知道，我们要不修福，怎么能到这么大福地去？这是大福报的人啊，才能生到这个地方啊。中国古老的谚语告诉我。们。 富人居富地，富地富人居啊！啊，这个是世出世间第一等福报啊！第一等福报是什么人呢？对阿弥陀佛，对极乐世界，真心真愿。 真念佛，这种人就是事出世间第一等福报的人，就是纯净纯善的人。变法界虚空界，一切诸佛差错。 在理上讲，佛佛道统啊；在世上讲呢，还有小小的差别啊。真正到一丝毫缺陷都找不到的，只有极乐世界。所以。 祝佛对阿弥陀佛的赞叹啊，这经常有啊。赞叹阿弥陀佛是佛中之王，光中基准。这不是假的。摆在我们眼前这样的一个生活环境。 我们想不想去？想去要真干呐、啊！在总的原理原则上说，《华严经》佛讲得好。 变法界、虚空界，包括极乐世界，也包括我们这个世界从哪来的？唯心所现，为识所变，这是给我们讲理呀、啊。理上讲得通了，事上我们就相信了。所以，极乐世界是自己。 清净心变现出来的啊，阿弥陀佛的清净心变出来的，也是我们自己的清净心变出来的啊。我们迷失自信久了，现在知道这一桩事情。 但是，怎样恢复清净，自己没有办法啊！阿弥陀佛给我们做增上缘，帮助我们恢复清净啊！他用什么方法帮助我们？就是四十八愿啊，具体的方法了。 四十八愿是阿弥陀佛自己说的，所以这个愿文里头每一个“我我做佛事”，那个“我是阿弥陀佛”自称呐，不是别人的啊,啊，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转述，我们才知道。 啊！你明白了，我们信心就建立了。我们真的有信心，能往生极乐世界，能回到自己的发心土啊！自他不二啊，圣佛不二。 这都是给我们讲原理呀。又往生论语。净土果报，立二种啊，畸形过，这过是过失，因之，一者呢是体，二者是名。 体有三种，你看一者二成人，二者女人，三者住根不具人。啊，无此三故，名立体即心。名啊，亦有三种。 非但无三体，乃至不闻二乘女人诸根不缺，三种名故名利名积邪。上论中就是往生论中所说的积邪名，就是这个愿文里面讲的不善名。 不善名没有啊！啊，我们在这边讲二乘，讲三乘五乘佛法，到西方极乐世界只有一成。就像《法华经》上所说的：“唯有一乘法，无二也无三。” 出佛方便说，释迦牟尼佛给我们讲二乘，讲三乘，方便说啊，也就是说，我们这个世间有，极乐世界没有，只有一乘法，啊，一乘法就一佛者，个个人都成佛。 啊，这个逐渐逐渐让我们对极乐世界认识，啊，熟悉了。有苏超越，有而之所闻，唯是诸佛如来万德洪明啊。菩萨声闻及诸天善人种种嘉号。 称无善恶名字列耳根故，耳中不闻恶名，故曰无不善名。在西方极乐世界的耳根清净啊，你每一天所听到都是你欢喜的啊，都是清净平等觉。 与清净平等就相违背的，你想听都听不到，啊，都没有。这世界多好！啊，下面又说，又如阿弥陀音乐，祈福过度，尚无悟道之名，何况有事？ 这一句话是讲的：极乐世界没有三花道，也没有罗刹，也没有阿修罗。那、啊、这些不善的民呢，通通听不到。啊，何况有识？但是极乐是极乐世界有重要说法。 这众鸟从哪来的？是诸众鸟啊，皆是阿弥陀佛于令法音宣流啊，变化所作。这些众鸟是阿弥陀佛变化的玩具，不是真的。 阿弥陀佛是谁呢？阿弥陀佛那个众鸟就是阿弥陀佛，啊，阿弥陀佛变个鸟来跟你说话。啊，你喜欢鸟，都是玩的时候，他就变这个来跟你说话。啊，他不是真的畜生道，他是佛。 这里面，欧耶大师说的好啊，临峰大师就是欧耶大师，于此更有妙解。啊，这个妙解我也体会到。啊，弥陀要解曰，就是问，啊，用问答的时候，这个方式来说，白鹤等非卧道名也。 啊，这是问的、啊。答：既非罪报，这夜夜明志，皆全如来功德，所谓究竟不惑的，岂非信德名称？啊，无非信德名称，其我名嗯 <coughs> 这个地方讲善民恶民，他从什么地方看？啊，这个我们可以能够一转过来，对于六道一切众生的看法，众生跟佛的差别在迷雾啊。 觉悟之后，他就是佛。你俩是众生的、啊，这个白鹤，你的时候他是白鹤，出生到的，他觉悟了，他成佛了。他成佛跟受方诸佛无二无别。那佛怎么像个白鹤身呢？佛没有身相。 永远是像《楞严经》上所说的：“随众生心，应所质量。”你众生喜欢白鹤，他就现白鹤相跟你说法；喜欢人天相，就现人天相跟你说法。观世音菩萨。 三十二应生呐，没有一定的身相啊，啊，所以能现无量相啊，啊，我们不能现现无量相，问题在哪里呢？我们执着这个生生活。如果你不执着的身生活，你也能现无量相啊。 啊，你一定这个样子是我，变一个样子就不是我了，啊，那那你就没办法现了。道理在此地。啊，你从这个地方要是能体会，契如进去了，然后你就晓得，花草树木、山河大地。 哪一个不是究竟法身相啊？那这一点都不奇怪呀、啊！啊，我们往下面看，上面引用的这是要解里头的这文字，啊，奥义大师的著述。 下面是念老为我们解释，啊，其意如下：经云，比国常有种种奇妙杂色之鸟。这是《弥陀经》上的，啊，举了这几个例子，有白鹤、孔雀、音符舍利迦林、贫血、公命之鸟。啊，故何问曰？ 啊，真的有一些人初学的，没有起入境界，啊，他会问呐、啊，啊，极乐世界既然有这些鸟，这些鸟不都是窝包，不都是出生岛吗？啊，会起这个疑惑，啊，会以为这是出生岛。 啊，要结大曰：“啊，金云如物为此鸟，实是罪报所生。啊，它不是畜生道，它不是罪报所生啊，那不白鹤等等，等就是等孔雀、鹦鹉、设立嘉陵贫姐、公名之鸟。啊，这是经上所举的这几种。” 啊，包括所有的出生道，啊，他不是罪报所生的，那他是假名，他就不是我名。啊，世主鸟等，借如来信德所写，所以他的名字，乃表如来信德。啊，那就算变成美好了。 焉可视为我命？都是在当人一念呐、啊，一念迷，你有分别有执着；一念觉呢，觉分别执着没有了。啊，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。 读的佛经啊，疑惑很多。到极乐世界这些疑惑全没有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到极乐世界，你的妄想、分别、执着也没有了，并没有断，它不起作用。为什么不起作用？你得到阿弥陀佛四十八愿。 本愿威德的加持啊！一加持你，你就变成阿维约之菩萨。阿维约之菩萨不起心、不动念、不分别、不执着。如果你还会起心动念、分别执着，你不是在记录世界。 啊，在极乐世界不可能有这种现象。啊，阿维约之在我们这个世界讲，啊，禅宗里面所说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见心成佛。啊，这个佛是天台大师所讲的。 分真即佛啊，《华严经》上说的“云教初住菩萨”，啊，从初住到等觉这四十一个位次，啊，这四十一个位位次在哪里修行呢？在十八图他们正德的身是法性身，他们居住的。 这个图是法性图，如来信德所显呐，啊,啊，这个要知道啊，啊，所以你六根接触到的全是自信，这叫见辛 那、啊、那么由此可知，我们真正离开妄想分别执着，这妄想就是起心动念。我们六根在现前境界里头，真正做到不起心、不动念、不分别、不执着，你就成佛了。佛家有一句话说：“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。”屠刀是什么？ 屠刀就是起心动念分别之处。为什么叫屠刀？屠刀是造恶业的工具啊！啊，屠杀众生嘛，吃众生肉嘛，屠刀、屠刀嘛。那厨房里面那个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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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切肉的刀，那就是屠刀啊。 那、啊、用这个来做比喻，那是犯罪的工具。我们在六道里犯罪，什么犯罪、啊？起心动念、分别之肉，就这、是、个在犯罪啊！这个东西一放下，不就成佛了吗？啊，所以再不吃众生肉了。啊，不但不吃众生肉，连…… 连这个吃众生肉这个念头都没有了，啊，这是我们学佛人能做到啊。啊，如果你吃素素食吃四五十年了，你不会再想了，啊，闻到这个味道都觉得恶恶心，啊，都赶快离开，啊，不会起这个念头了，啊，这就慢慢养成习惯了。 啊，所以西方极乐世界人，你想想看，啊，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不起心不动念，不分别不执着，啊，所以这些疑问都是我们现在这个反复，初学佛，啊，初学净土，免、嗯、不了有有这种妄念妄想，啊，但是。 这个妄念要解释清楚，啊，不解释清楚，障碍他，障碍他的信心，障碍他的智慧，障碍他往生，啊，所以经教的作用，帮助我们断疑身心。啊，这是我们现前境界。 啊，功夫成就的时候，经教为我们做证明。啊，我们证的这个境界是真的还是假的？经教做证明。啊，你见到西方极乐世界了，你见到阿弥陀佛了。如果跟《无量寿经》上讲的是一样的，真的，一点不假。 如果见到阿弥陀佛，见到极乐世界，跟这个这个这个经上讲的不一样的，那是假的，那不是真的。啊，早年我在香港讲经，大概总有三十年前。啊，常怀法师拿一本书给我看。 《极乐世界游记》是个出家人写的，啊，他到极乐世界去参观去游玩了，他说极乐世界有女人，啊，常怀法师拿这个书问我，他说这个不对呀，这极乐世界没有女人，他怎么会看到一个女人啊？啊，他来问我，我说他去的不是真的极乐世界，是假的。 啊，为什么呢？经是证明嘛，这经典两种作用嘛。啊，没开悟的人是帮助我们破迷起悟，已经开悟的时候帮助你正果。啊，你所证入的境界啊，跟经讲相应，就是真的。啊，那就就是正确，不是错误的。如果你入这个境界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不对呀、啊。 极乐世界你有人啊，你走错了地方，那不是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，这不可以不知道的啊、嗯。所以在极乐世界，六根接触外面境界，通通叫见心。啊，立一切相就见一切性，性相不二。 性相一如啊，不是说相没有了才见性，不是这个意思啊。啊，相是缘生缘灭，因缘生法；性是不生不灭，不生不灭就在生灭当中。你要在生灭当中见不生不灭，就对了。 啊，离开生灭去找个不生不灭，找不到，没有这个道理。啊，所以你要回忆。啊，我们这么多年讲解。啊，因为用网络，用电视。 啊，所以我们常常用电视屏幕来做比喻。啊，用电视的屏幕比喻发现。屏幕当中现的这个现象，啊，因声色相，这就是自信所变的玩法。 啊，能大师所说的吗“何其自信，能生万法”，那你要知道，屏幕里面的人物跟屏幕是一不是二啊！你如何能够在这个人物里面见到屏幕？ 见到屏幕就是见到自信啊！如果迷在人物这些画面上、阴身上，你把屏幕忘掉了，那就是迷了啊！随着同一个境界啊，所以这个电视不是坏东西啊！如果真真会看的话啊，懂得这个道理会看的话，他明心见性了，他成佛了。 哎，看电视也能成佛啊？啊。要迷在电视里面，那你就多要多三途了。啊，你真正觉悟不迷，哦，性相一如，性相不二，好、哦，懂了。啊，你从这个地方觉悟，然后在现实生活当中，这个现实生活。 就是色相，就是法相，生灭的法相。啊，你的屏幕在哪里呢？屏幕没有离开，屏幕是永恒不灭，它不叫虚空，虚空也是形象，也是从自性变的，所以。 你一下子在这个地方悟的时候，恭喜你，你进行了，你成佛了。啊，在电视屏电视屏幕的时候，这是个引子，引导你入境界，引导你入佛境界。 这个不是二乘，不是菩萨，是一浮尘呐！啊，知道什么呢？知道屏幕里面的色相是假的。你看，我们把频道一关，它就没有了；啊，屏幕在啊；那、啊、频道打开，它就有了。 啊，那么现在有很多电视，有一百多个频道啊，啊，你可以随便去换换了、啊。啊，那就像我们讲的十法界一样啊，啊，讲的六道轮回一样啊，上面二十八层天呢、啊。 啊！下面恶鬼出生地狱，哎呦，那个那不晓得有多少道啊！那都是生命法啊！但是自信永远不生不灭啊！它是能性，妄想分别执着能变。 如果我们把妄想分别执着都放下了，这个现象就不变。十报庄严土里头不变。啊，它虽然不变，它同时能恒顺众生。 能随喜功德，能以三十二种应身，不同的应神同时同处，同时异处，异处，同时，能现无量无边思相，啊，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。 啊，如果我们把现实这个生活都看成是电视里面的画面，这是一种很好的修行方法。啊，电视画面我们知道可以欣赏，不能得到。啊，你没办法得到它。同样一个道理，我们现实的生活可以这个现。 受用，可以受用，可以欣赏，不可以控制，不可以占有，他得不到嘛？啊，刹那生灭，你怎么能得到？啊，所以要把人生在世要看成电视里头的画面，假的不是真的，什么都好，所以人人是好人，事事是好事。 只要你不执着、不分别、不执着，没有一个不是好人，没有一个不是好事。啊，他是那表演演戏嘛，演正面的好戏演的好，演反面的演阿比，牛也演的好，演的很像。啊，你就跳出他的范围，做鼻上冠吧。 啊，你做看戏的，你不是演戏的、啊。迷了什么？迷了，跑到里头去演戏了，那就很苦了。啊，觉悟了，觉悟了就变成看戏的，不是演戏的了。啊，所以诸佛菩萨是在旁边看戏的，六道众生是在舞台上表演的。 啊，天天看电视，还懂得这样看，那你就会了。哎，这个祖师大德常讲：会不？你看电视，你会不？会会就开悟了，不会就迷了。啊，做人也是个道理，同样的道理，你会吗？会做人的成佛了，不会做人的搞轮回，搞六道轮回。啊，这就错了。 关键就在觉迷，不在别的。我们看下面啊，老祖师是引用的：有关境月，如意珠网涌现，金色微妙光明，其光化为不宝神鸟。 这是《观无量寿佛经》上一段话啊，西方极乐世界有啊，可见极乐一真，一报是环境，啊，正报是菩萨，啊，是佛菩萨。你看，昔世如来果觉之所庄严，啊。 阿弥陀佛，变化所作啊！世诸众鸟，皆是阿弥陀佛变化所作。彼土一色一香，一尘一明，无非中道。这个中道是自信啊！见识不可思议法界之全体作用。 这个要知道啊！阿弥陀佛，为什么要做这些变化？因为极乐世界的菩萨是来自十方世界，来自六道轮回。 六道里头，每一道都有。天道有，人道有，修罗道有，罗刹道有，畜生道有，卧鬼道有，地狱道有，哪一道都有。那么这些人到极乐世界，习气没断了啊,啊，烦恼为什么不能升起？因为极乐世界没有恶缘。 他阿赖耶里面握心所握的种子不能起现行，啊，我们知道种子必须要有缘才能现行，啊，他没有缘，啊，所以他不起作用，啊，但是吸气怎样帮助他把习气化解，所以就有这许许多多变化作用。 啊，那么这些种种变化，每一个人呢，接触到之后感触不一样。就像我们这个世界一样，啊，我们游览山水。 啊，十个人同在一处观光旅游，每一个人的感受不不相同。啊，那在佛法说，它根性不一样，烦恼习气不相同。啊，在我们人间说，啊，也是他素质不一样。 文化程度不一样啊，每一个人爱好不一样，那感受不一不相同啊，啊，这就说是,是灵感啊，啊，特别是艺术家。 艺术家的灵感的时候，十个艺术家，他们每个人灵感也都不一样啊。那么在极乐世界呢，也很自然的显示出来了啊，就这么个道理啊。所以我们要知道的是极乐世界的。 一真庄严啊，都是阿弥陀佛变化所作。我们去了也接受阿弥陀佛变化所作。阿弥陀佛怎么变呢？就是四十八愿在变。啊，四十八愿虽然只说了四十八条。 照我们这个经的时候，是在讲二十四愿的啊,啊。可是二十四愿一展开，无量无边呐、啊！啊，像佛法里面常说的啊，声闻三千威一从哪来的？十善业道来的。 一个十像就到十条，啊，一展开三千条啊，那菩萨更多了，啊，大乘菩萨八万四千细行，从哪来的？也是石像，啊，大乘菩萨把十像展开为八万四千细行，啊，那我们就晓得。 阿弥陀佛，四十八愿也好，二十四愿也好，在极乐世界展开，无量无边的信现。这就是阿弥陀佛变化所处这就是阿弥陀佛变化极乐世界，啊，这个正、这个、是加持极乐世界的一真庄严。 啊，我们从这个地方去体会，疑惑就断除了。它有道理在呀、啊，这是话不是随便说的。那用现在话，它有科学根据，它符合逻辑的概念。 一点都不乱了。所以是不可思议法界之全体大用。这个法界就是自信啊，自信性德啊，全体得用。是故比国一夜明之。 谢邪如来心德，啊，如来心德跟自己的心德是一，不是二。如来正穷法界，照彻心语，功德究竟。 啊，表现在是一一真一切真故，一究竟呢，一切究竟故，又以假名全显实法，故彼土一叶名字悉皆究竟。啊，究竟就是自性变现的，啊，自性所变现的。 那就是信德的的启用啊，古大德有比喻，譬如以金作器，器器皆金啊。我们用黄金塑一尊佛像，金佛，你看这个佛。我再用这个黄金。 塑一个白鹤，那佛变成白鹤了。题没有变呢，相变了，题没有变了，题还是黄金啊。啊，黄金代表就近。啊，这这塑佛像就近佛像，就近佛塑白鹤究竟白鹤。旧金佛 我给他说个宝塔，哎，就近宝塔；我给他说一棵树，哎，就近树，或者或者这这这这这这一棵树。山河大地、树木花草，一切万法，没有一样不就近的。能大师所说,说，何其自信！ 人生万法，这个万法是设法界、一真庄严，还不止，应该说，变法界、虚空界，啊，一法不漏啊，全是自信变现的那是公民之鸟，是究竟公民之鸟。 世诸众鸟皆如来信德所写，故其假名亦皆是信德之美称呐、啊，而非我名。不，不是我名。这意思好啊！啊，我们明了了，是不是到西方极乐世界才见到呢？不一定。 我们在现前见到了，就见到西方极乐世界了。只要把我们的心念调整过来就行了。啊，中风禅师在《三十心念》里面说的好啊：“我心即是阿弥陀佛。” 阿弥陀佛，即是我心；此方即净土，净土即此方。我们心态一调整了，啊，要调整的怎样呢？我们就到极乐世界去了。到哪一天，我们看到的？ 六根所看到所有一切景观，全是阿弥陀佛。恭喜你，你一直到极乐世界了。你看到一切人，阿弥陀佛变化的，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看到一切动物、树木、花草、山河大地，所有一切现象，全是阿弥陀佛变化所作。 我们恭敬礼拜呀、啊，称赞感恩呐、啊！啊，你真见到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就在眼前了啊！所以。 利益妄想分别执着就是，啊，有了妄想分别执着，刚才讲了，这个东西是造业的，有这个东西，你怎么不造业？齐心动念造业，分别是造业，执着是造业，全都在造业，造什么业呢？造六道轮回业。 我执着了，不造轮回业，你造十法界的业，啊，还有四圣法界，那、啊、不造轮回业，你是还是造业？啊，不分别了。 那功夫高了，菩萨了，不分别了，啊，住在十法界上面两层，啊，十法界里面的佛跟菩萨，见不了心，出不了十法界，啊，虽然是佛。 天台大师讲你相似即佛，虽然是菩萨，大乘教里面说你是全教菩萨，啊，为什么呢？你还有起心动念，起心动念放下了，你是真佛了，你不是假的了，啊，这个时候。 十宝庄严图现前，你在现前就见到极乐世界了；你在现前就见到阿弥陀佛了。 大师之菩萨说得好啊，“一佛念佛，现前当来必定见佛。”你看他用这个方法，就是我们所说的“一佛”，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，口里头只有阿弥陀佛，啊，阿弥陀佛最善呐、啊，纯净纯善。 你看，心口纯净纯善，你的身之所行当然是纯净纯善。这桩事情没人能障碍，这诸位同学要知道，只有自己障碍自己。 啊！妖魔鬼怪障碍不了，冤亲债主也障碍不了。啊！妖魔鬼怪、冤亲债主能障碍谁呢？障碍有妄想、分别、执着的人，他障碍他。你把妄想、分别、执放下，他对你没法子障碍。 啊，所有一切障碍，你仔细想想，全是事缘，六道里头的。把这个东西放下之后，你自己没有关爱了。啊，一切障碍业障啊，自然就消除了。为什么？自信里头没有嘛。 你见性了，自信了都没有嘛？啊，所以那都是假的，都不是真的。可是你要是认假为真，他就真有，他就真找惹麻烦，啊，就像做噩梦一样，就真有。啊，真的觉悟了，醒悟过来了，没有了。梦里明明有六趣。 绝后空空无大千呐，啊，绝了之后就是十八土，绝了之后就是诸佛境界，啊，嗯，这第二十八啊，过无不善名，我们再看下面第二十九。 住镇定剧院，在先前给我最深刻的。 所感的是现代人心浮气躁，不定啊！学佛的同学常常写东西给我看，写问题来问我，字都很潦草。 啊，这是在我们这一代年轻时候没有看到的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不说时间久，五十年前，啊，四十年、五十年前，我们在社会上跟人家往来写几个字，都很规矩啊。 那、啊、通常我们看到行楷，叫行书，不是完全草字。啊，现在我们看到人写字的时候潦草，啊，这说明什么呢？他心不定，他妄念多，他烦恼重，就从这看到。啊，说话多。 啊，妄念头，心不定，这是很大障碍。啊，有这种障碍的人，书念不好，啊，书没有念进去，所以现在的学生。 在学校念念书，目的是在什么地方？目的在考试，应付考试。只要考试及格，毕业文凭拿到就行了。文凭拿到了，没有学到东西。啊，老师教什么样学生呢？老师不教学生了。 为什么你要教学生跟学生结冤仇？说不定学生把你杀了，不敢得罪学生啊！学生不听话了，老师要的是什么？老师要的是薪水，啊，过日子啊。所以各取所好，学生混文凭，老师混重点费，各有所需，所以大家都不负责任了。 啊，我在啊，那是出家之后，啊，也教了几年书。啊，我在学校教过五年，真是这样子。但是那个时候比现在还好多了。啊，现在那个时候学生做作业的话，这个写的字还都规矩。啊，你真的写这个潦草，像现在这个。 这老师可以不改你的作业，退回去，重写。啊，写的不规矩，不看。啊，现在变成这么普遍，这个社会怎么能不乱呢？啊，我跟方老师学哲学的时候。 六十年前那个时候，方老师告诉我，现在学校先生不像先生，学生不像学生。 啊，我那个时候跟他写信，写一篇文章送给他老人家看，目的是想到学校旁听他的课程。啊，他把学校的状况告诉我。啊，他说你要到学校去听课，你会大失所望。 这话什么意思？难道方老师在学校上课，我去听也会很失望吗？很可能。现在，那更不必说了。 啊，我现在还是澳洲昆士兰大学的教授，啊，荣誉教授。啊，偶尔有一次到学校去的时候，学校给我安排一堂课程，啊，给同学讲一堂课，安排这个老教授告诉我。 这发誓！你要知道，现在学生上课，耐心只有十五分钟。十五分钟之后就没有耐心了，心心不在焉了，可以说说故讲讲故事，说说笑话。啊，大家在一块同乐。 啊，现在是这么个情形。啊，到课堂一看呢，果然没错。啊，十分钟以后啊，你看学生心不在焉。啊，这个眼睛不看老师，看窗外面。啊，耳朵听外面声音的，就我们就吓到了。世风日下了。 啊，教学的水平呢一落千丈，这怎么讲？这才真正是忧虑啊！啊，我们这一代这个社会乱，下一代会更乱，怎么个挽救法？想不出方法。 啊，想来想去，唯有宗教教育可以就学会啊，这么多年来，我讲的很多，到处都在宣扬，啊，真正听懂的人不多。 有不是没有，啊，真有听懂的人，很少数啊。所以，任何一个国家、一个地区，要想这个地区恢复正常的。 安定、和谐、繁荣、幸福，不依赖宗教是很肯定做不到的。啊，所以今天团结宗教重要，鼓励宗教要回归到教育，啊，要知道。 宗教本来都是从事于社会教育工作的，啊，它不是迷信啊！啊，宗教要忽略了教育，啊，完全做宗教仪式，那就被人认为是迷信了。啊，所以宗教要回归教育。 啊，特别是佛教，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讲经教学四十九年呐、啊。那个时候没有宗教仪式啊，只是拜老师的时候行个三皈依的仪式，非常简单，几分钟，啊，简单隆重。 啊，那我们看所有宗教经典里面，非常重视伦理、道德、因果。啊，再向上提升，那就是哲学跟科学。这五个科目，实在讲，都讲到尽善尽美。 啊！如果每个宗教都能大力提倡，社会可以回归安定、和谐，啊，繁荣兴旺啊！啊，这是我们所期望的。啊，那我们想一想，看到这个《金本山》讲的极乐世界。 这是我们所向往的，这个世界多好啊！啊，向往就要发心去，啊，怎么个去法？依教修行，关键全在能放得下，真正放得下，你的问题就解决了。 啊，去的条件就很简单，真心，一丝毫怀疑没有。知道什么呢？心心是变的，这不是假的。啊，真正发愿一心念佛，没有一个不成功啊！善达大师说的好啊，“万修万人去，一个都不漏的。” 啊，问题你想不想去？真的是假的？真想去，他就去成了。我们看二十九页啊，所有众生生我过者，皆同一心主与定居，这是经文。 啊！注意这第一句话：所有众生生我果者。这意思是，不管他从哪一道，啊，从人道往生的，天道往生的，畜生道往生的，恶鬼道往生的，啊，地狱道往生的，修罗罗刹往生的，不管哪一类人。 到极乐世界，啊，没到极乐世界，不是一心呐、啊，一个人一条心啊，啊，所以这个六道很复杂。那心不同吗？念头不同吗？行为不一样吗？ 可是到极乐世界呢，皆同一心，真一心嘛，真一心，忘心没有了，为什么呢？执着心没有了，分别心没有了，起心动念没有了，不就一心了吗？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 在这个世间有贪嗔痴慢疑，到极乐世界贪嗔痴慢疑完全没有了，啊，那是见识烦恼，啊，通通都断掉了，啊，这个断，福断，不是灭断，啊，阿弥陀佛本愿为神的加持。 西方极乐世界再没有恶缘，所以你有恶习气、恶种子，决定不现形，这它不起作用。现形的什么？现形的是一心现形，真心现现呐、啊，它不是妄心呐、啊，用真心呐、啊，啊，真心就是没执着。 没有分别，我们经题上讲的，没有执着清净心心情啊，清净是真心。慧能大师明心见性第一句话是：何其自性本自清净。啊，就清净心心前。啊，分别放下了，平等心心前。 比清净高一层了，啊！阿罗汉辟支佛证得的是清净心，啊，他见识烦恼断了；菩萨证得的是平等心，啊，他分别心没有了，就尘、是、沙烦恼断了，不再分别了，啊，所以他的平等心，啊，最后能把。 妄想断掉，妄想是起心动念，这就成佛了。啊，你才能脱离十八界，啊，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人全都脱离十八界了。啊，所以他不但是没有分别执着，起心动念都没有了。啊，你看，由于第五。 无差别愿，前面我们念过的。生彼国者，啊，所有众生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形是身体，身体没有差别，一样的；貌是相貌，也没有差别，系统一类，跟阿弥陀佛的相完全一样。 啊，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很多人画极乐世界变相图，画的不像。啊，为什么呢？阿弥陀佛的像画的特别大，菩萨小一点，往生的人更小一点，无效嘛？那跟金上这这这这不一样嘛？ 所以我们供西方三圣是怎么供法了？啊，注意在这里看到我们的佛堂供西方三圣，一个像，观音、释智跟阿弥陀佛一样啊，分不出来呀、啊。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跟阿弥陀佛也是一个像啊，也分不出来啊，啊，凡夫分不出来，他们分别的出来。 决定不会把人认错。他们有智慧呀，他们有烦恼啊，啊，所以心地清净，他心灵有感应的，有感通啊，啊，不会认错人。那是心迹向内，向内呀、啊。 心也同然，心界同一，注于定。他怎么能不定这叫记录。记录世界从哪来？自从这来的。啊，这个道理、啊，我们不但要懂。 要真懂，要深深的体会得，为什么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啊能得受用？我们渐渐把这个世界看清楚了，啊，看清楚以后呢，看清楚，不要再计较了。 不要把它放在心上了，我们就真的会在二六十中，一天到晚，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。这真能办事吗？啊，什么都不想了，什么也不学了，能办事吗？能，什么事都能办。为什么？阿弥陀佛，智慧。 神通德能就加持你了，你就不会把事情做坏。啊，你得相信，你不相信不行啊！啊，这个相信有理论依据，不是随便相信的。这个经上对这些道理讲的很清楚啊。 啊，你能够与性德相应，你还会做错事情吗？啊，与自信不相应，再聪明都会做错事情。啊，为什么？那是妄心。啊，那是八十五十一心所，很复杂了。真心不复杂，一心。 所以我们把心归到阿弥陀佛，也是一心，虽不是真的真心，跟真心很贴近，啊，往生就能证得。定居者，指正定居，那三居之一，这、就是佛法里面讲的三居就是三类也。 啊，我们看底下注解，三居包括一切众生，居呢是居类之意，啊，也就是一切众生分为三类。这佛经上叫三居，啊，三居之说通于大小乘，其义也不一也 啊，第一种说法，一正定局，必定正悟。啊，这一类的人，心地清净，一定会开悟，一定会正果。 啊，他能够把妄想执着能放下，他学佛进步就非常快。啊，学习我们中国古人教学很重视这一点呢、啊，教、嗯、之道贵以专呢、啊。啊，嗯、从。 小孩叫起啊！中国古时候，扎根的教育是母亲负责，就母亲恩德大了，不但有生育之恩啊，你的。 根是他帮你扎的，啊，就是三岁之前呢，母亲是儿女的榜样，他要做出好样子给小孩看，啊，这是不是言教是身教，啊，做母亲的人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。 都要如理如法啊！小孩将来长大就好教了啊！七岁以上学，老师给他做榜样啊，学的东西一样一样学，不可以同时学两样。 啊，这就是教之道贵以专。为什么教一样，他心是定的，他就想了一样。啊，他学的很轻松，很快乐，没有压力。你说同时叫他学几门课，他就分心了，他的精神意志不能集中，那就不是一心了。 啊，他就很善于分别之处。搞这些了，这东西不是好东西啊，要把它放弃的。现在他不但不放弃，还要增强，啊，希望你多分别多执着，你就这么麻烦事情大了，啊，所以现在教学跟古时候相反。 啊！现在人批评古人说古时候封建制度啊，剥削人民。他没有念过古书啊，你念古书你就晓得了，晓得什么呢？制度是死的，它不是活的、啊。 啊，制度是法律、法令、规章啊！啊，如果人是好人，什么样的制度他都做好事；人不是好人，再好的制度他一样干坏事。所以，中国古人呢，他是先把人教好，人只要教好了，什么制度都是好制度。 啊，人心要坏了，啊，贪嗔痴慢损人利己，再好的制度到他手上，他就用那个制度啊，干自私自利。啊，所以中国古人讲，法是治之本也。啊，管理大众的事情，法是个根本，但是人呢？ 是法之源也，人是法的源头，源头要不好，这个本也没用处啊。所以中国人重视人呐、啊，有人才有法了，没有人，法都是假的，不是真的啊。所以这个教育就太重要了。 啊！现在教育跟古时候说完全相违背。啊！现在人说的很好，以人为本，但是他没有教育没有以人为本。啊！教育以人为本，那才好了。啊！人要自私自利呢？那你那也他为本呢、啊。 啊，谚于所谓的“人不自私，天诛地灭”。啊，我是在早年，在这个香港，啊，何守信来访问我，啊，他是个电电亚视电视台的主持人，给我提出这个话。 我当时就告诉他：“我说这句话是错的，不是真的。”他怎么是错的呢？”我说：“孔老夫子没有自私，天也没助他，地也没灭他；释迦牟尼佛没有自私，念念都是为别人，老天没助他，地也不灭他。”我说：“再说我的一生也没自私，天也没助我，地也没灭我。” 啊，还给我添福添寿了！观念是错误的呀。啊，圣以贤的教育，起心动念要叫我们替别人想，不要替自己想。啊，这样的心。 就是世界和谐、家庭和睦的中心理念啊！人都为了自私，为了自己，你的家就不和了啊！每个人都为自己，的家庭怎么能和和？你现在问题真严重啊！ 啊，夫妻两个都有隐私权。啊，先生有多少钱，妻子不知道；妻子有多少钱，先生都不知道。这家庭还能活吗？所以，还当当当了，两个人就分手了，不活啊！ 就是夫妻还有私心，你有什么法子？这个问题很严重啊！啊，都是出在教育上。啊，现在能讲一点真话，说一点好，这讲做一点好事，还都是在宗教里头。 啊！你看，世间人认为宗教是迷信，是这个社会怎么能不动乱？要化解这个动乱是多么困难呐！啊，动乱就人心不定，人心定了，这动乱自然化解了。 那第二种呢？协定制必定不争物质。嗯，这他也有定，但是他的目标方向，为自私自利，他不是为大众。啊，这他怎么有定呢？他是为一个利益的集团。 那就是写定句啊！古时候这些帝王，如果他是正定句，他的国家一定兴旺，一定强大。为什么呢？过过王天天为人民着想，天天想想到帮助人民解除痛苦。 啊，帮助他立苦德路，这种君王一定得人民的爱戴。啊，所以他的国家一定强盛。末代的帝王完全讲个人的享受，不顾人民的死活，人民一定起义把他推翻掉。啊，他就国破家亡，要协定去。 这个例子很明显呐、啊，很容易体会呀、啊。第三种不定句，啊，有云就证物，无云它就不证物，这是不定句的，不定句占多数。啊，他遇到善缘。 他就是善人，他遇到恶缘，他就变成恶人。啊，所谓是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啊，如果这个社会教化的风气好，啊，有圣贤教育，这些不定就全都变成好人。如果这教化不当， 啊，那么这个社会的时候，全都变成坏人。现在的社会教育，谁在做呢？媒体在做啊！啊，所以你要了解这个社会，你看看电视演的是什么，王璐播的是什么。 报章杂志所报道的是什么，你就全都了解了。所以台湾早年呢。 提倡复兴中国传统文化。有人请教方老师，从哪里做起？方老师告诉这些人：，首先要把电视跟无线电的这个广播通通停掉。 报纸要关门，杂志要封闭，这就是这不行啊，这这做不到啊。方老师笑笑说：“这些东西天天在破坏中国传统文化，只要有这些东西在，传统文化不可能复兴。”他说的真好啊！我们学传统文化还能得到一点利益。 什么原因呢？他们有权开放，我们有权不接受。啊，你电视天天播，我不看了，我几十年不看电视，不听广播，啊，也几十年不看报纸、不看杂志，我有权不看。 你天天看这个东西，你能不受影响吗？古人讲一句话，讲的好啊，“知事多时烦恼多啊！”你天天看这个，你怎么会不生烦恼？你怎么能得真定去啊，匆通拒绝不看。我天天看佛经，除了佛经之外，不看别的，这心才能定下来。 啊，没受感染。啊，如果天天去看这个、接触这个，那早就乱掉了。啊，不但不能往生啊，连经典教义都不懂，看都看不懂。为什么呢？这个人心一乱，恭敬心没有了。没有恭敬心，虽然听讲。 虽然读经都很难得理解。他心不在焉，他不能吸收。啊，纵然是念佛，这一串念珠一百八八十声佛号，他都念不下去。他念了几声，忘掉了，又想别的东西去了。啊，一串都念不成，一天怎么能念几万声？ 啊，黄念珠老居士往生的时候，那个半年，他告诉我，他每一天念佛号十四万声，那什么镇定句啊，啊，不一定念佛了，把那些杂念都念掉。 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这一段。